大 V 是什么意思？大 V 是指在新浪、腾讯、网易等微博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，拥有的粉丝数量在50万以上的微博用户。由于经过认证的微博用户，在微博昵称后都会附有类似于大写的英语字母 V 的图标。大 V 主要是一些学者、名人、明星等，由于粉丝数量较多，在微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，往往他们的一次转发就会使得一条微博迅速火起来。有人说，这些大 V 其实已经是半个媒体，因为他们实时引导着互联网上的言论和话题。